我就说我要录影片，你还跟我聊天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咪，我在吉隆坡逛街。然后呢，我发现吉隆坡好好逛哦，就是他们的美妆啊，还有时尚啊、精品啊，其实真的是很丰富、很多元。然后每天都在逛 Sephora， 然后你看这边还有那个 Laura Mercier 的新的柜耶，他们现在柜都长这样，是吗？你们现在这是新的形象吗？全世界都是才这样，跟以前不一样，对，新的感觉。耶，这边柜姐人真好，让我拍。不晓得台湾已经改版没？超美的。这个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个它的那个蜜粉里面没有一个成分叫 tar。哦， tar free 的哦。那小瓶的是？这个是给那个眼睛下面。眼睛下面专用，所以它比较可以来背，不会干。然后也可以提亮。对，这声音来自柜姐，她不露脸。新出的耶，新出的，这个帮我试一下。它是叫做 blurring powder， 就是模糊那个细纹。在那个刷子上面，就有那个光泽。对，有那个光泽。刷子还蛮棒的。嗯，你看它的弧度是这样，很像一个坐垫。马鞍，那我还要买一支这个刷子。可以。对，吉隆坡真的很好逛。这边是叫做宝贝脸百味脸，耶，蛮有收获的哦。然后你看你要的香水店，还有这边，还有这个。很开心，这个是一个高跟鞋很有名的那个牌子，我们的好朋友肌肤之钥，然后还有 Aesop， 还有 Diptyque， 超美的，还有夹娃娃机，好高档的夹娃娃机哦，你看这间店超漂亮的，超美的。哎，你没有要买就不要乱问哦。没关系，忘记比较好，不要讲错。我是凯咪。啊，对。凯咪。化妆的那。对，化妆那个。漂亮哦，这间店。因为我也蛮喜欢他们家香氛的。我公司有用这个蜡烛，黑色的。这小的是什么？他送的。怎么这么好？你看，送我们。送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。生日快乐。真好。对哟，真好，谢谢你送我们小礼物。刚刚以为我是唐立奇老师。好，那我们去逛下一间店。Jo Malone 这间店好美。你好，你看这边的味道好齐全哦。这是我们的最新款。英国林是最经典的啊。对。就大家都喜欢，所以这是你建议的那个蝶香，对不对？对，珠宝龙就是要柔香。可以先点在身上了吗？好啊。英国香水是最好的。嗯，好。然后去行天宫收金了吗？okay. 哇，好背后收金。你知道收金吗？收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Daisy。来找 Daisy 哦，在那个 Pavilion 的 Jo Malone。谢谢你。谢谢。YSL。我们接下来到了是吗？是不？是吗 ？Nash， 是不是的 ？Nash， 是不是 ？Nash 就是 Nash。Nash。对呀、啊，这边的店都是走那个，你走开啊！都是走旗舰店路线的。哦 ，Bobby Brown， Dior， 来，迪奥怎么拼 ？D I O R， 迪奥。D I O R， 死。迪奥，迪奥，你是迪奥，你是迪奥，是不 ？Nas。就是 NARS 的，哦，原来就是这样来的。NARS 的由来啊，对，东关打电话来。哇，我们要得罪两个厂商了。哇，你看这边的雅诗兰黛。哇，各位，我是刘德华吧？我在马来西亚。
不能随地大小便，像他就可以了。因为他的 NAS 便啊 ，NAS 是吧？是 NAS。那雪妞，雪妞，雪妞，小妞。好，来，我们最后在结束之前，我们来一个绕口令。Lady Gaga 去 Sephora 逛 Zara。Lady Gaga， Lady Gaga 去逛 Sephora， 哎、欸，去 Sephora， 去 Sephora 之后去逛 Zara， 去逛 Zar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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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ara。原来这首歌的由来就是这样来的啦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喽。那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收看我们的 KTV 最新的美妆影片，然后要分享给你的好朋友。我们精彩影片下次见，拜。我来马来西亚，大家都说我很像 model， 哎、欸，很像明星。哦，不要看我的眼睛，我变成石头。大家好。我是张婷婷，好像哦，我怎么那么像？早上起床我就变张婷婷，因为我很跟她 model， 我一定要画眉毛，越讲越像。我今天上课就说，我是婷婷，不累。